是不是拿刀割呀？人给你送回来了吗？哎，你不是会看人眼神吗？说话呀你！你不是走了吗？咋回来了？你管着吗？你让他傻瓜活该被人骗，知道吗？我愿意。嘿，你还嘴硬，骗得太好呢。Thank you.
周末去一下那还可以，因为关注的时候去个两三天，可能参加就回来，那还差不多。你说去那里住个十天半个月的，或者更晚两个月，当然，所以没有几个人愿意去的。你说你那边，如果你在过去出差，你那里费用挺高，你不在过去出差，现在也不方便住哪里。